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杜真林。主板能源股的还是重工，从 Sapura OMV Upstream 私人有限公司手上获得合约，总值大约是10亿至15亿令吉。这将使还是重工的手持订单达到30亿令吉，相等于营收的两倍。尽管获得新订单理应是好消息，但是由于该集团在过去一些大项目中都遇到过障碍，因此丰隆投行研究将它视作好坏参半。另外，尽管订单不少，但是行家认为提高营运效率并实现盈利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是该集团从2018财政年至2022年还未达成的目标。无论如何，纳入新合约后，行家将2022年的财政预测上调 10%， 2021年的预测则维持。行家认为，除非海事重工的营运效率改善，才会建议买入该股，维持守住评级，目标价上修至62仙。